明艳，万子打掉，是。其实明艳有一个臭一色的牌型，我看他会不会做。对，但是应该是不会哦、喔。他这个臭一色其实是双头，就是看他想有没有想要舍弃，再來就是说看他是不是直接先进来四七万。如果直接进来四七万，这个要做臭一色，他就绕得比较远了。进来如果其他有靠到，就不需要做臭一色、啊；如果没有靠到，现在已经逆二，他也没有做臭一色的。也不需要做臭鱼色，也不需要特别啦。好，那文昌听牌啦，六九饼。对，这个四张短短的、喔、选手们。灵芝，文昌真的、哎、好悲情，好悲情。灵芝，真正爱当假崩吗？哎、欸，六九饼，然后听灵芝啊。我打一饼，不碰，是，不用碰，六九饼。哦，那这边说成六九饼，六九饼文昌会觉得很漂亮。是，这五条要碰吗？不碰了。灵芝没得喊了，单谋狼了，丢了单谋狼了。结果明艳也听六九饼啊，场不起来。场明，你是在帮文昌哥加油还是啊？七饼。哪也不交换、啊、哇，那元年这个九饼有机会放枪了。是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文昌就知道什么叫水干拉链，还会被上加蓝虎，不打。哦、好几家菜。不打，不打。练那个底耶，练那个底耶，不拉链，不拉链。不打就。不过明艳这个六九哦，我就说吧，这个。哦，改天七九。改七九，不过也没了，好像也没张。对，七九也没张。是。无啦，有信心，信心会都会来。但是明艳这个是一个碰碰虎啦，那我觉得维宁重点是拢无看，唔知有信心。维宁有机会棒前啊，因为维宁还在，他还在前进、啊。对他还在前进，不过他真的有在守这个所谓的酒桶、喔。有，当然这个酒桶都不见。对，而且红中目前是也不见了，是谁谁都守了，真的有在守哦、喔。对，是谁谁都守了，五八饼下吧，没事的。维宁这边是以退为进哦、喔。对。哎呦，那维宁这个牌，如果我是真的守到底的话，最后就是听单调酒桶嘛，碰单调酒桶。哇，选选择酒桶就狙了，红中也不见，酒桶也不见，怎么选？所以就是思考啊，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会去打酒桶、嗯，因为他自己吃到一张酒桶，所以他会觉得酒桶比较少。因为红中不见啊，红中不见就代表说有人有一对的机会很高，酒桶有人有一对的机会比较低，是，对不对？酒桶来了，哦、好，明艳胡牌，前面有人、啊，你看文昌。文昌的学习，桃金无狼了。这文昌哥说：“哦，那叫逼紧了，这么小。”明艳胡这把碰碰胡中逆一，是文昌。我真的替文昌觉得很惋惜。我觉得场民又要再留言了。哇，那这个碰碰胡舞台好伤的咯。对，那维宁也暂时掉到第三名啦、啊。